现在马上就要过年了，大家都准备过年的时候，之前大家都会去庙里头来拜拜嘛。但是这回你来看看我们台湾的疫情，桃园哈北部跟南部都有多点爆发，不明的感染源到底升不升三级啊？好，现在难道要靠马威吗？但防疫思考是不是有颜色的问题呢？先来看看的是，好，现在陈时中他自己都承认了，现在目前台湾的状况此时此刻已经多点爆发，不排除哦要升级。现在呢，五大部会紧急防疫啊，包含了管制春节的宗教集会，因为春节大家很多人都会到庙里头来拜拜嘛。另外呢，还有双铁运输，现在开始也不可以吃东西、喝饮料喽。好，公众运输工具都不行哦。好，政治的人物禁止跑团，还有超过了50个移工企业，现在紧急来做快筛，因为呢，这个移工大游行啊，就怕还没完连环爆。好，前国建署长邱淑媞他就说，去年的布桃就把春节商机给毁了嘛，所以指挥中心现在是不是根本怕面对错误呢？该不该升三级还在犹犹疑疑，说不排除也没说要，好，让大家觉得到底在干嘛？前疾管局长的苏益仁也说，到底是不是还在清零，还是头壳坏掉呢？好，改减灾思考，病毒共存吗？好，当然呢，其实现在到底要病毒共存还是清零，现在他们自己的做法说法都完全不一样，自打嘴巴。还有中山医大主任呢，谢宗学谢主任也说，现在啊，他觉得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了，到底要不要升三级，而是个路线的选择。好，钢铁蟹宝们，我们中天铁粉们，你觉得该不该升三级？如果你觉得该升三级刷加一，好，如果你觉得不该加二，留言告诉秀秀。不过即将马上农历春节嘛，刚提到疫情持续烧持续爆，今年的过年走春拜拜活动还能拜吗？现在先喊纷纷喊卡了，包含了大甲镇澜宫、云林福兴宫还有朝天宫，除夕大家会去抢头像嘛，那个跑很快去插第一根香这样子呢，都取消了啊。晴天的南投紫南宫还请上他们准备今年原本打算要发钱母好让大家赚大钱呐、啊，好利发财的活动原本要照旧，但是眼看现在疫情不断升温，不断爆，不断扩，哈，感染源还找不到。上午紧急宣布发钱母啦，吃卡丁酒啦，通通咔咔咔。好，唯独借还金照旧。好，另外假使民众你要自己自备呢，这个包括呢去把杯的这个东西也可以自己用的啦，但建议要先过火，求得这个神明的同意，当然是比较安心。大排长龙领钱母，今年元旦才创下10万人潮的南投紫南宫决策大转弯，年初一宣布停办。我不会觉得蛮可惜的？是有一点，但是就是要防疫嘛，不然就分批啊，限量啊。尽管可惜，但防疫难两全。就连紫南宫往年正月16吃丁酒，史上头一遭确定喊卡，连分装好的料理包也不发了，唯独借发财金照常办理。因为疫情来得又快又猛，内政部公告绕境游行抢头香统统停办，宗教场所禁止饮食，庙方不得提供签筒，500人以上活动必须提出防疫计划，还建议民众自行准备杯酒。民众一拿立刻喷酒精消毒，庙方说假使要自备杯脚，建议要先过个火。现在方便我们，但是要安全的问题，贵凶楼啊是也是要了。各大庙宇包括大甲镇澜宫、彰化南瑶宫、云林福兴宫、朝天宫纷纷取消抢头香，嘉义奉天宫则改为网络直播，避免人潮聚集，就怕过年走春拜拜成为了疫情破口。解中部综合报道。好，小芳说加二啦，他说三级要饿死很多人呢，很可怜呐。不过 CCY 说加一啊，要升三级，命比较重要，钱再赚就有了。春昭姐姐也说加一，就算现在升三级，觉得也慢了。不过现在眼看疫情持续的爆，现在有人决定，跟中央呢要不同的，不甩陈时中，不甩这个要逆时中了吗？好，因为先来看的是指挥中心决定的是过年期间7天暂停接种服务，也就是说，如果你过年期间你想去接种疫苗，是中央指挥中心决定是
暂停的哦。但是呢，有人不甩他，好，自己要定新政策。台北市长柯文哲他改变了地方的疫情政策，他说啊，要准备呢在初四之后呢就要开始加开疫苗接种了，要挪出医疗的人力。他也呼吁呢，如果有上呼吸道症状的民众，不要直接到医院就诊了，你先自己筛检，如果是阳性的话，赶快再到急诊来就医，好怕医疗量能呢这样子呢负荷不了，所以他认为应该你就先自己筛了。好，至于指挥中心刻意把桃园破百的本土案例啊，跟双北加起来的个位数的案例哦，来画上了等号，也就是北北桃还一度同个颜色。这样的算法你觉得合理吗？这样的独一无二的算法现在也被蓝营开酸啊，根本是刷新大家的这个重新定义了统计学的定义。桃园疫情大爆发，邻居双北县市丝毫不敢大意。台北市长柯文哲喊话，虽然指挥中心决定过年期间7天暂停接种服务，但台北市考虑初四后要挪出医疗人力，让需要的民众可以尽速达到疫苗，最快下周会宣布定案。过年期间你这样原则上会停4天的哈，除夕到初三的，至于其他时间是不是要挪出一些医疗人力，再多打一些疫苗？不只要加开疫苗，北市也要改变防疫战略。柯文哲抛出九字诀，呼吁有症状的民众先自己快筛，不要轻易跑去医院就医。有呼吸道症状，不要直接跑去医院，这样嘛，这样。先筛检后看医生。防疫不分中央地方，但指挥中心却被网友抓爆，在1月22号的确诊图上，刻意把只有9例确诊的双北和有117例的桃园画成同种颜色，暗示疫情一样严重。网友纷纷开酸，这是统计奇才啊！集聚4至117是什么鬼？4至117列在同一集聚，很明显就是硬是要把双北拖下水。台北跟新北都只有9例，就硬生生的跟这个桃园117例化成同样的严重，大阿哥出事就要双北去赔，是不是？北双北跟桃园都混在一起，是故意来混淆视听的哈。其实我们都知道桃园是非常严重的。实际操作发现，手机版本确实没有标明桃园，但网页版却看得到，只是集聚上把桃园和双北画上等号，让图表上看起来北北桃疫情一样严重。指挥中心有没有政治操作玩数字游戏？答案恐怕呼之欲出。记者张兆鹏、徐国豪台北报道。好，这个来看看的是高雄港的疫情连3天的连环爆，这一波的确诊累计已经到27人了。来看看高雄这位男大生呢，也在5天之内3度的北返，也就是高雄到台北，又到高雄到台北，又到高雄到台北，好，3度哦，好，这样子传给了他的妈妈，在台北也都有足迹。现在啊，网络炸锅大惊说，这简直打通了纵贯线。好，有人说这纵贯线被打通了吗？还有网友说还好，所以这个他是没有搭大众交通运输工具，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好猛啊，要骑多久？但是问题来了，这个足迹可真的蛮多的，而且 CT 值还真低。传染力还真强，先来看看。好，这个国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学这个高雄的学生呢，按18309，他原本1月15号他就开始发烧了，不过呢，他当时是自行先服药的，然后 CT 值二，后来才被查出 CT 值是24。好，结果呢，因为他南北往返嘛，把传染给他的妈妈了。18310在1月18号开始会咳嗽，隔天开始发烧，而且 CT 值超级低，只有10，传染力超级强。其实来看的是呢，1月20号，他们是直到了1月20号，两个人好母子才一起就医，后来一筛才发现都确诊了。好了，惨了，这5天之内呢，他们3度的南北跑，包含了这个内湖的妈妈在这个内湖的好事多啊、慈济的内湖联络处啊，还有 CLEB 的金德门市，通通都有足迹。而且这个案18309，他还接触了200多人，现在超过100人不在高雄，万一真的扩出去的话，哇，这可会遍地开花了，真的难查了。大家来看到
在高雄他们的足迹，好，这个包括了 Seven 的旗津旗海门市，还有旗津鸭蹄拉面，他去吃了拉面，还有呢旗津三郎面馆都有他们的足迹。现在其实来看到的是呢，这一波刚也提到的高雄港的疫情也还在持续的连环爆，目前确诊已经累积到27人。由于港区其实也有很多的个案上班的地点都是在旗津的工程行，所以旗津22号跟23号光2天就设了采检站，赶快来筛，人潮爆量啊，挤爆了，大家都很嚇，好像都觉得自己怪怪的，咳，喉咙有点痛哈。加上有位这个高科大男大生确诊，足迹刚提到也就在旗津，所以呢，这个旗津好多人心惶惶，等于说是一个大家非常担忧的地区了。所以总共3个采检站告诉大家，2天下来恐怕这采检量就破6000人。先带你关心。旗津居民一早跑来广济宫采检站，却看到人那么多，号码牌已经发破百，看傻眼。采检人潮太踊跃，区公所广播晚点再来，但群聚疫情从港区往旗津扩散，20号3例，21号再报10例，22号除了港区传播链，还多了名当地男大生以及找不到感染源的新住民，总共14例，其中男大生就读高科大旗津校区，接触者框200多人，确诊前足迹遍布旗津，也让当地居民担心染疫的还有更多。我都没有用筛检什么都没有，打针也没有去打，担心被染传染呢。说实名制有比较舒服一点，每个地方应该如果有确诊，大家都会比较警戒一点。22、23号连2天旗津普筛，原本只针对南善、上竹、中心3个里，但广济沟跟旗津医院爆量人潮，高科大站也开放，因此采检人数恐怕不止6000人。当然会担心啊，虽然目前是这3里，中心、上竹跟南善有需要。不管哪一里，高雄疫情连3天连环爆，尽管市府设采检站扩大筛检，但 Omicron 传播力太强，只怕检验速度会追不上疫情扩散。记者高雄综合报道。Bob Chen 说到一个很重点，旗津不止本地人哦，还有很多吃海鲜的观光客耶，真的没错。好 ，Ryan Man 他说又是高雄，怎么又是高雄呢？好 ，Compaco 都说都是绿色执政再爆破口。高雄的朋友们，如果你是住在高雄的钢铁蟹堡，大家小心注意，千万不要这个被染疫哦，保护自己。不过还要来关心的是，上个礼拜才热闹抽签的屏东潮州春节的年节，好，这个在22号晚间。确定也要喊咔咔咔了，因为考量着本土确诊数直线来飙升，镇公所决定第2年的停办了，摊位一律全额的退费。好，这样的决定也让摊商非常失望。原本今年呢，蛋黄区摊位呢喊到多少钱呢、啊？租金50万元呢，这样总共加起来夯不啷当数千万的商机，原本大家都非常期待，好过年可以赚一波，但是呢，疫情来得这么的急，来得这么的凶，这么的快，不得不宣布停办。潮州春节市集空拍镜头人山人海的画面，确定今年看不到了。潮州镇公所紧急发出通知，潮州年节要喊卡。镇公所贴出拍摄公告，表示考量疫情，料敌从宽，预敌从严，停办2022春节市集，全区摊位全额退费，这应该是台湾第一个停办的大型年节市集。本土确诊嘛，那再来就是考虑高雄这边也有本土的确诊，这个市集有超过500个以上的一个聚集人群的一个现象哦，大家讨论了很久，还是决定停办。1月初才完成投标抽签，今年还加长到5天，最大特区开出38万8888，出估会涌入30万人次，带来千万商机。更有摊商远从金门来，这下一喊卡，有人说白忙一场，摊商连续2年备好货的损失无法估计，也有摊商希望位置签能够保留到明年续用。上班日开始哦。特区的就可以来申请用汇款的方式来退费。那一般区齁，礼拜四早上9点到下午4点。连续2年停办消息传出，摊商打击最大，少了年节收入，年难过了。但疫情来势汹汹，停办也是不得不。